桂林第一天先嘬个粉儿。但是要就是昨天嘛，昨天我们的导游是个桂林人，他特别看不起阳朔的米粉，反对，他都不正宗。对，一定要来桂林吃桂林米粉才正宗。而且桂林米粉就是比较便宜，真是4块钱，便宜好多啊，便宜了一半啊。相比红遍全国的柳州螺蛳粉，桂林米粉呢、就显得默默无闻。实际上桂林米粉有点反人类，为啥说反人类啊？因为桂林米粉没有汤，正宗的桂林米粉是不放汤的，有汤的都是不正宗的。桂林当地称为卤粉，那碗卤水就是提味的关键。卤水用各种香料加牛骨髓、牛肉、带皮猪肉熬制而成。多少钱？做粉的时候啊，米粉过滚水，加入少许油和卤肉，最后加入半勺卤水。这就是菜粉，菜我还以为是蔬菜，结果是肉，各种各样的都有一点。咱今天学乖一点。咱今天学乖点，多给点油辣椒。接汤，汤其实多了点。这种简单的粉其实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映入了桂林人的生活了。便宜是真便宜，我们在这儿吃两个人吃，在阳朔啊，只够一个人吃。一个人吃最普通的一碗粉，对，就得吃二。他们这边有火腿肠，烧肉，还有这个刚才的素菜，还是能自己换一些，还有卤味的干子。这个肉，吃辣呀！味道咋样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卤水的味道还不错。因为熬卤水时加入了牛骨髓，所以卤水自带一定的粘性，拌匀后会附在每一根米粉上，均匀入味，成为原本寡淡米粉的味魂。每家的卤水配方肯定都是不同的，但总体来说呢，是以香咸为主，加上锅烧、卤牛肉或者一些其他的肉类，就完成了一碗标准的桂林米粉。桂林米粉的起源呢，叫担子粉，可能是在民国时期啊，卖米粉的小贩儿都是挑着扁担出来卖米粉的。一个扁担呢，就是一个摊位。扁担一头呢，是一个顶锅，下面用小火炉使水常热。另一头呢，就是米粉和佐料，走到巷子里吆喝，想吃米粉的人呢，就自己带着碗出来，冒粉加卤水佐料弄好啊，端着回自己家吃。想想这个场景，还是挺好玩的吧。